今日我哋会用个墙嚟到做修复瑜伽。Pat Pat 咧可以黐近埲墙，慢慢瞓平个人，跟住脚咧可以打开。如果个脚好紧嘅话咧 ，Pat Pat 可以离开个墙少少。Pat Pat 放松，腰同背脊系好舒服嘅，手可以轻轻搭喺个肚仔，或者靠近个胯位。大髀的內側會有些伸展的感覺，試下腳踭可以撐一撐出去，再放鬆腳趾。如果膝頭哥會有太痛的感覺，可以膝頭哥曲起，注意力放在掌心，感覺呼吸的時候，肚皮會很輕鬆地漲起，呼气的时候，整个人完全的放松，由脚去到膊头都放松。每个吸气，个肚皮胀起，可能会感觉个胯位咧都好似吸胀咗咁样。每个呼气，再放松个膊头、手踭去到手指，好专注喺呼吸。慢慢用手帮对脚合埋，直指上天花，右脚曲起，勾起个脚板摆去左脚，左脚慢慢跣落嚟，左脚个膝头哥曲起，直至到觉得右边 pat pat 系有伸展嘅感觉，保持右脚板勾起。如果右邊 pat pat 冇乜感覺，可能係個右膝頭哥跌咗落個心口，試下推開個膝頭哥離開自己，一路保持右腳板係勾起，每個吸氣帶啲氣去右邊 pat pat， 每個呼氣膊頭放鬆。左脚板慢慢跣高，松开只右脚，两只脚伸直向个天花，慢慢曲起左脚，左脚板勾起，跣低只右脚板，直至到左边 pat pat 有伸展嘅感觉。检查一下左膝头有冇跌咗落嚟个心口，左脚板 keep 住勾起。專注在呼吸，每個吸氣吸漲左邊 pat pat， 每個呼氣放鬆。
右脚板慢慢跣高，松开左脚，两只脚伸直，向个天花，然后曲起膝头，脚板对脚板，蝴蝶脚板，膝头打开，每个吸气吸胀个肚皮，每个呼气放松。脚板慢慢跣高，两只脚伸直，可以喐一喐个脚板，然后放松，脚趾放松，脚踭、膝头都可以放松。脚高过个心脏，可以好轻松咁样将积聚喺脚嘅毒素慢慢回流，离开我们的身体，由脚到头完全的放松。慢慢双手合十去到眉心中间，多谢一下身体，同自己讲一声感恩，今日有美好嘅一天。 Namaste。